跟条前有一姐姐姐嘛吼，阿姐嘛吼，跟阿姐呢系普渡嘅，系普渡四级阿张江出来嘅。我说阿妈就想讲，阿姐都普渡咧，我说阿姐敢就用酸嘅好咧。我说阿姐今年呢，像迄啲新年年你是不是好平安呀？嘅几多年？哇，几多年？阿妈讲啊，我是18岁而已啊。我跟你讲，阿姐全部黑哦。你讲啊，你讲还有很多破散啦。哎，破散嘛嘿。我说阿姐是一个诶机会机妙吼，系有酸出来嘅。哦，因为你有买完，因为甜唔甜嘛？因为嗰时间挨睇了以后啊，有上时你去外去算命嘛，去搞天气啊，就无聊嘛，不灵太邪。有那个900公尺、800公尺的时候，哎呦，降落，哎呦，降落哈。不是，嗰时挨算命先生就讲，哇，你听从我有好伢爸爸妈妈哦，有伢爸爸妈妈。真给有人家时辰算好来，哇！不知道你还忙工作了，你爸爸妈妈就给你算计了。哦，有好哦，哎，有好还挺错爱啦。嘿，我怎么讲哎？真给会吃到董琼嘿，因为大年都过会懂欢喜，他就算说你会用来说立家立家安的有算好哈，你看到应征就低的，那就没算到哎。一万也中发了。来咧分享一下，阿妈张素秋啊，素秋阿姐啦，张妈妈佮琼姐故事好咧，非常的深情，还要他讲，所以该两时哦，因为叫琼嘛，他生读学动痛的时间系阿爸爸可以差是差在机器的，然后佮听差狗伤动撞哦，阿阿 Q 是见土阿妹去佮日染地白毒嘛，然后我妈妈哦佮上进动台的地嘛，佮狮吼讲哦，动痛的，那跪在医院全部瘫倒啊，就是那种整间医院，那个护士啊就动紧张的时候，出来是紧喊讲，张素秋家属在哪里？张素秋家属过来，有阿 Q 来吗？没有，结果阿 Q 哦躺倒，基本上是心炎对吗？太容易尴尬了，你要把狗跳狗咩个？这两层还没有讲下个时间啊，大部分胎气噶就系一啊个妇产科个主治医生咩？不过这两层啊，妈妈个身体状况唔系医好，就会讲还有去开刀啦，还讲身体唔系讲按恐天呐。我说这两层啊出了个时间啦吼，人家耶稣吼是有三位智者吼，第一个神风，然后有三位准呀，演到斯文派条玉树临风个医生来为我接生。牛尾地啊！因为你去来救命恩人啊，就算经常都冇用的，去喊黑树林风啊。跟两时哦，甚至哦，就像跟八点钟底部周街哦，吼，跟医生喊救出来哦，问个，请问一下那个李颖珍的家属是谁？哈，还没跟两个就冇会讲出来啦。好，还给就出来哦，就问个，假是发生嘛个事情，跟事节要保大还是保小？哎，这个古装剧的问题耶，嘿呀，有哑巴就马上问保大。个医生真是就三西沙医生，然后就按你中就懂很远是本很远，牙眉头癌啊，吼两三年就平安康健，因为懂得个医生用英语讲，叫去医学奇迹。古顺坤还叫他出来就创造奇迹，也没爽到。我讲爱懂，哎，叫我改，今天长64.5公斤，哇，哦，才多十，比小峰还瘦嘞，嘿呀。我同我讲啊，先生64.5，很薄很微细，因为我是剖腹产，系因为医生让我讲两个都有2200多公克，我是想讲某走得累，该是实在强强好嘞，某再继续下去，我可能会就可能要对，那可能会我可能是会要骨骨痛的，系啊，所以我是想讲好两家都有2000郎是在强。结果没想到四一三拿出来才1700多，啊，几爽的，今天是爽不爽啊？应该数学太差了吧？应该，不过以前有讲两三年加起了，应该有4000多，估算我应该是懂开条嘞。嘿，所以他其实他没按算到四一三讲出来涨1700多，所以他该都涨，该都缝回去，体重没缝回去。古松来从头到尾就站在他给他优数片，好给他优数就不爱按你阿登，啊，开始他开始爱讲噶哈，有一些的阵痛噶哈，然后讲得会消化不一汤，哈，讲小口，开始这边有心情哦，等到开始讲噶哈哦，就开始出力噶哈，你开始你就会吃那种中午做事情的，你就开始点点的。
然后你就会莫名其妙说爱讲对不起，谁全部听来很错。你可以给我只可以马个心情哦 ，same way 你咯，躺在床上，出力出到鬼神太欢，各种面像关公一样哎，整个是红的，差不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。好，这时候妈妈会真给某力的，还会有腹式哦，会送，嗯，嘿，就按，就帮忙按肚子，嗯，嘿，就又出力出力，其实这种时候，受以为其他出在心上啦，其他人全部唔敢讲话，那这种时经验，那个数哦，个数字夹已经，不强嘞，出到那个数中。嫉妒哦，尴尬啦！不过外面唔敢讲话，你爱自动爱看到机吼，边个喊卡通，嘿，个真人全部点点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人会很想道歉你嘛。爱追某攀法接是为就系总唔得细条那么，嘿，韩国尤其台北种个总唔得吹到风啊，总唔得命冷水啊。韩国因为常讲因为自强还做个恢复动作嘛，鼓手咪总唔得 contact 从个东西，因为。刚谈过爱我，会出血，因为你出力，你拿东西就会出力，就会出力。你还呕是？不过其实我们大家有听到会注意素材之外啦，其实韩国适当方面要特别注意，比如讲一些卡豆豆的不同啊，还有雾透水啊，古盐凤做茶，然后做的本也跟冷水会卡浊。因为爱老子鱼款，我是各种摸石头拿摸做唔得，一天当。温柔小小，系啊。韩国是系摸石专用口呢啦，不刷牙怎么可能？你要摸口呢，你当你是吃东西呀？系啊。韩爱介东西为石头拿，系因为爱其实一开始爱没有乖乖的躺卧，就是摸石头拿。可是保险爱真是堵唔掉，因为天。上焦咧。是唔知干嘛个感觉，爱东南心中即系动动。你早早我有。动动爱摸尿。上冲啊！用，你还尿啥去？家己去尿吧。对。哎，其实不是中央，就我们爱做。其实不是中央，是爱你。今天蛮冲。唐东丑，你都把看我这条男模。You。而且他昨天有做造型，还没有洗头出来。跟这一集主题蛮相关的，你不要爆料好吗？俺做工吼，坐月子只有一条。用板粉气你就用板做，那因为跟朋友真是你就上困难，鬼神你就压开时间你追他呢。你中间他来带你有落眼啊？没错啊，坐云霄飞车啦。来来，这我们按电台呢。大怒神。然后去巴厘岛，然后不用讲，给片给讽刺一卡好，让他。巴厘岛可能没办法，该摊水顺条该办理。巴厘岛的。冇啦，唔讲啊，有一个朋友佮伊爱过啦，佮家都爱过去。哎呦，中间哦，当地人写个混血宝宝啊，巧克力宝宝。没有没有，佮种那种蓝眼睛的，然后黑头发，鼻孔长鼻孔。哈士奇啦。对。台风用台风草煮水来用个水来洗身。嘿，台风草，台家应该都冇。台风草啊，台风草啊，系啊，台风草。U S U S 哪有写菜？还没有，是用写信体。台风草，千万爱托个蛮开发个台风草。爱看到个时间都会晒照诶。蛮开发时间那起晒照，那起晒照。系韩国。永伟地啊，我永久啊，永久哥啊。我也偷偷生过你。龙应该第几条是诶，中文用姜妈哦，姜妈水。系，韩国上讲因可能因为都系是要该防风寒嘅作用吧，系啊，降浪度啦，系，所以都会用安应该风险。不过吼，最近吼，你看，可能要自家煮台风草哈，或者水啦，就自家煮鸡汤啊。哦，武汉其实落落落落吼。阿 self 防，我来推荐大家最防骗、最利骗，大家就千万唔好严格嘅好消息。来头发就会舒坏长，大家知道吼，莫该莫嫌人家莫该产后忧郁症啊，要疼疼沙灰行啊，也系文明病嘛吼，也系沙灰的进步，而你改变的风声要疼疼下。鼓手，给产给耳朵嘛，叶子中心啊，一定系你最后的选择。哎，你看，带进叶子中心吼，给永远都吞牙生意的，你唔知谁？因为以外通也不用，你咩唔是 sell， 系你根本就唔是出现咩冇人会 sell， 系嘛？你就是从很强盘点，嘿，你睇下就分。然后人家高级月子中心吼，人家不用一间，你去干嘛有一间？哎呦，摔破摔到几多溜数几多扣扣棍吼，诶，咩冇人会嫌。按高级，嘿，你就记得去付钱就做得了。是，还会用人提醒你，给付了以后就抵用，用钱做的给的事情哦，全部系小 case。真嘅，欧上太上功，有吧？